大家好，我是张爸爸，欢迎收看地球的孩子。哎，小朋友啊，你们看到张爸爸手上抱着这个大熊是不是真的很可爱呢？哎，不过说真的，它还蛮重的耶。但是啊，抱着这只大熊啊，会让张爸爸想起来，哦，张爸爸儿子女儿啊，小的时候啊，我抱着他们的感觉，哦，那可是全世界啊最甜蜜的负担了。哎，不过啊，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这个爸爸很特别哦，他每天啊也是要抱着一只可爱的大熊啊到处走来走去，而且啊他一点都不觉得辛苦，还很快乐呢。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们赶快去看看吧。哎呀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像好哥们一样，有时候很温柔，有时候很粗暴。每天把你抱上抱下的是谁？爸爸。对啊，要花那么多力气照顾你的人是谁？爸爸。对啊，那谁最爱你？对啊，傻乎乎的。坐上电动轮椅，李承恩啊就能来去自如。这台轮椅啊就像是他的变形金刚，带给他许多乐趣呢。因为啊，变形金刚会的本事还真不少。可以吗？我迟到一百零一个数字，你自己选，对，自己选，然后写下来让同学看到，同学就帮他算。啊，我没有看哦，对不对？哎，加上我们自己有时候是不是得到一个三位数字？对。然后请你把三位数字的百位数字杀掉，答案是这个，对不对？承恩是台北市民族国中二年级的学生，因为啊先天性的脊椎裂，脊髓神经啊严重受损，他的下半身完全无法动弹。不过啊，天性开朗的承恩啊，一到下课就驾着他的变形金刚到处爬爬照。干嘛学武装外景？想干嘛？什么用？我没干嘛，跟他玩呢。上次我知道一直笑。2月22，我们去参观那个中小学联合运动会开幕典礼哦，他就拿沙龙帕子，他切过了沙龙帕子，切在我身上。他有时候很好笑，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就会一直要 give me five， 他很容易就很开心，然后呢就很兴奋啊，有时候他就很兴奋。你今天再没花兴奋，他说我干就完蛋了。有时候他会去特教班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会陪他去，或者有时候他要去一些地方的时候，我也会陪他坐电梯啊之类的。为什么会特别喜欢陪他去坐电梯？比较方便。是因为你自己也想坐电梯的吗？对啊，平时不能坐啊。你们现在去哪里？一楼。一楼。做什么？每天中午休息时间，承恩跟爸爸都会相约在一楼的哺乳室。然后现在中午你都会过来？对，每个中午都要过来。那中午是过来要做什么？最主要是擦了，还有换尿布。你要不要穿衣服？我觉得你穿起来，你手太冰了。小心了。对。哎呀！爸爸，你现在要帮他压是不是？对，我要把尿排出来，不然尿在膀胱里面会积太多，它有两个危险性，一个是回流到肾里面，回到肾里面就会有肾脏病。排尿以后啊，换上新的尿布，承恩的好朋友会陪他一起做复健。放下，对，班可能要帮我一下。跟陈冰伟，跟那个陈柏毅一样。你躲他一下。谁懂？你不要管谁懂。哎，对，不要让他打到。不要抓我了。不间断的复健是为了训练承恩的腰力和背力。有朋友的陪伴，枯燥无聊的复健啊，也变得快乐有趣。觉得
在学校没有朋友会很孤单，一个人会很孤单，没有朋友会很孤单，所以说就想要多交一些朋友。我觉得我跟陈恩惠永远都是好朋友，希望他以后可以站起来，对，就不用再坐在轮椅上，就可以跟我一样一起运动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向后拉，有力哦。这里是文山特教学校的游泳池，陈恩啊曾经在这里念幼稚园，现在啊他每个星期哦都固定来接受游泳训练。你在水里面的感觉怎样？很自在。怎么说？就很轻松啊，在水中可以自由自在的悠游在陆地上面的办法。好，运气呼吸。会不会累？还好。他算蛮有天分的，然后另外一点是可能他在陆地上没有办法行动自如，但是他在水里他就可以做很多动作，对，而且说真的也不输其他小孩子。陈恩在国小的时候开始接触游泳，他原本啊只是把游泳当作一种复健的运动，但是陪在身旁一起下水的爸爸哦一直鼓励他，因为啊爸爸相信陈恩啊一定可以学会。他那时候很简单，我就把他带过来，他不敢下水，他抓着我就把他推开，所以他要讲个狠心的爸爸把我丢到水里面，就是这样，他自己讲的，那句话是他自己讲的。你说什么？狠心爸爸把我从水里面推开。一二三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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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敲我一拳。他跟一般小朋友的练习不一样，教法也不一样，那可能要找出他最适当的。那这个是大概大部分的教练都伤不了。来，对，要吹泡泡，下去要吹泡泡，预备开始。一、二、三，好，一开始就很想放弃。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会觉得我自己游不好。觉得自己做不到。对。其实陈恩他遇到的困难是因为他的肢体跟一般孩子不一样，他重心转移，其实像我们也很难去感受，所以他在学，我们也在找方式在教他。对。你要这只手尽量抓住你要去的方向啊，在。甩出来的一瞬间，腰往后摆，就努力游，努力游，努力游。先从5公尺、10公尺、15公尺、20公尺，慢慢再到25公尺。他很拼哦，他小时候也是教练跟他讲说，你只要游多少就给你一个。哦，他拼了命就把他游过去，教练就给他一条那个毛巾呐。柯老师会去鼓励他说：“你从那边来，我给你什么？”本来认定他不会的，你懂不懂？我也认为他不会的，就没让他做到了。哦，那时候我也感动得掉眼泪。我想到一件事，就是说他游不过去，他就死掉了。他游，他在水里面是这样子哦，他没有退路哦，他一定要游到边抓到了，他才可以喘一口气，才会活得下来。走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啊，陈恩啊在游泳比赛中得到了第一名哎。这个荣誉感啊激励了陈恩，更让他找到了努力奋斗的目标。那次因为那个等级没有人啊，所以他第一名，他只有一个人，他就第一名。他第一名啊，所以就你了，确认没有人。那他对第一名很有兴趣，所以他就上瘾了，应该这样讲。哇，陈恩你很喜欢当第一名，对不对？游泳啊带给陈恩无比的自信，也让他变得更勇敢哦。有一次啊，学校游泳比赛，有人啊没带泳装，没有办法下水。陈恩这个时候啊，马上挺身而出，
代替同学啊下水比赛。当班上都没有人要游泳的时候，他就很勇敢，很勇敢的时候，他就代替我们班同学跑两趟。对，然后看到他脚没有，就没有办法动，但是他只靠着手这样一上一下，很恐怖，但他还是可以游完全程，对吧？所以你看完之后，那一刻的感想，很感动。我知道有很多地方他对自己是没信心，是失望的，哈，这个可以理解。那你在肢体上、在生理上的限制，那个是先天的，你根本不应该去管它。啊，你拿这一块最弱的去跟人家竞争是傻瓜嘛？你要想办法创造一块最强的出来。那这个对他而言，他也许在找他最强的，所以他为什么很喜欢游泳？不管他是几个人报名，但是他能到那个荣誉。啊，像这个荣誉感对他真的是很强，他很想拿奖。他真的是2011年希腊奥运的储训选手。那你说那个对我们，那就抽签抽到啊。对，可是他很喜欢。我希望我以后真的可以去游奥运的，有特奥。无法行动自如的陈恩，终于啊在水里享受到自由自在、没有障碍的人生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，爸爸抱着陈恩的时候，陈恩的表情啊，永远看起来很生气，而且又笑口常开的。所以爸爸常常说啊，陈恩啊有点自我感觉啊过于良好。不过这也代表了啊，爸爸对陈恩的教育非常非常的成功哦，因为他总是啊很乐观又非常的有自信的。但是啊，随着陈恩现在慢慢的长大，这只可爱的大狗熊啊，已经变成超级大狗熊了，爸爸应该快要抱不动了，所以要想办法来训练陈恩啊自己独立哦。但这到底要怎么做呢？你说爸爸在帮你洗澡的时候，对对对对，因为腰会闪到。说的也是，都洗澡的时候闪到。腰会闪到。好，专心洗尿你的尿。从小为了照顾陈恩，爸爸就辞掉了工作，一直守在他的身边。那他的状况，但我很主观认为他妈妈没办法照顾他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那谁能照顾他？那我能照顾他嘛？那我解决。你比较爱爸爸还是比较爱妈妈？妈妈。那你去抱妈妈。啊？抱妈妈。爸爸。嗯。那怎么办？爸爸的同学。那怎么办？没关系。没关系。哎呀，爸爸又反正我应该，反正我应该会被他打。今天你一直讲我打你，我有打过你吗？以前啊。陈恩怎么了？还好。你哭了吗？因为他知道讲错话了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有吗？有。是吗？有没有？那我抱你一个。有哦，真的有哦，还是觉得很爱爸爸，是不是？不会了，爸爸不会生你气的，傻孩子啊，没事没事。对我，他是整个生活的全部了。你没有办法，他就是你生活的全部，那你就配合他去。该有的步调，我们就一步一步去走嘛。陈恩的下半身完全没有知觉，移动啊，全靠爸爸。从早上起床开始啊，上学、换尿布、游泳、洗澡，爸爸啊抱陈恩的次数啊多得数不清。但是爸爸的年纪啊越来越大了，身体啊也渐渐无法负荷。昨天他就有跟我讲说我也要闪到了这样子，我就想说爸爸你还好吧，那你听到爸爸说他要闪到，你心里面怎么想的？快凉了一半，心快凉了一半。怎样的心情？就有点难过。陈恩的依赖越深，对爸爸的心疼啊也越重，因为爸爸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柱。最近他发现啊，爸爸渐渐老了。什么时候发现爸爸老了？
有白头发吧？他有白头发。你会担心爸爸老？嗯。为什么？没办法照顾我。你会担心这个？对，我担心他会死掉啊，没办法继续陪我。那万一真的哪一天我们先走，我相信他自己有办法，或者老天爷自然有个命运会让他很顺的、很顺利的走下去，走到他该结束的那一天也不一定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了，所以也不要去操心我看不到的。我现在我实际上从小就跟他讲，你每天要活得快乐，你就先把今天做的事情做好再说，明天怎么样不知道。你怎么用这手？啊，写字要给我看了。爸爸，今天是100年3月2日。嗯。谢谢您14年来的悉心照顾，祝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，生日快乐。儿子李承恩敬上100年3月2日。嗯，很好，你太感动，来，乖啊。好了，乖乖乖。不要又哭了，嗯，你不要说我欺负你就好了。陈恩想要说这些话很久了。对啊。有吗？有，我知道。今天把它写出来了。嗯啊，写出来才是重点。我希望100年把它写出来这样比较好。对，好棒啊，很棒，你写出来就很棒。为了让陈恩学习独立，他们搬到了一个更适合陈恩居住的新家。刚亮下来是因为药房主的脚不要去卡到跟扭到，所以说我会像刚刚那样子，先把两个垫子先放好，移到边边来，然后这样慢慢下来。你以前在旧家有办法自己起床吗？都是爸爸抱我。起床对多数人来说啊是件自然又容易的事情，但对陈恩来说啊却是一大挑战。这个也是他学习独立的第一步。起来了，来早点喝喝牛奶。你这样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坐好了喝。搬到新家之后，爸爸又比较轻松一点吗？有好一点点。最主要就还是不用管他很多事啊，以前给你写功课、刷牙什么都要帮他管，那现在不管了，你就自己去处理完。等他做完了，我们回来再看他的结果到底是什么。Neighbor， 像你说有没有轻松？这样我就轻松很多了。我把他移过来，然后手这只手要用力撑起来，啊，一二三。对呀，啊，你这样就可以过来了。好像刚才那个样子，我只是扶着他的一个重心移着，不要再像以前那么用力说去搬动他。来，再来一次，没关系。新家的规划完全依照陈恩的需求来打造，因此啊，陈恩努力学习哦，自己独立，而爸爸啊更像个教练一样哦，持续督促陈恩做复健。那一次撑着就要撑60下，自己数1分钟。就这样才有意义啊！真的，我没骗你。哎，不算，真是困难，撑起来又不要随便下去。啊，自己默数到60。你有没有猜？你喜欢附件吗？还好，最好不要让我爸听到。爸爸严格的魔鬼训练，常常啊让陈恩啊感到吃不消，而爸爸也想尽办法提高陈恩啊做复健的乐趣。对，就这样。对。好，让你打点嘛。我自己学拳击的，所以这个是练腰力的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好，那当然也是男生吧，都有他那种好斗的成分的。
哦，所以让他有一点。我爸非常非常好的。好，让他有点发泄，要不然。挨两下。为了庆祝父亲节，陈阿决定要做点心哦，给爸爸尝尝看。很难把那一块。虽然啊还不太会打蛋，陈恩哦还是努力的做好每个步骤。把转向自己，爸，多一点，不要怕。好，倒进去，中间，对，倒进整个，不，整个倒进去，不要转，整个倒进去，让它整个自然流下来，这样就好。虽然每天照顾陈恩很辛苦，但是啊，看到陈恩啊乐观的态度，就是爸爸最大的安慰了。有的人身心障碍者，有很多身心不能怎么样，有很多人待在里面是出不来，待在他的领域里面，他自己会封闭自己啊等等。那李陈恩就最 OK 的就是他没有待在里面，可能从小他就 OK， 他已经接受，他就跟人家用正常的方式去跟人家互动。你要请谁吃啊，爸爸？嗯，父亲节快乐。啊，谢谢，能吃吗？还问能吃吗？嗯，吃到陈恩做的铜锣烧，嗯，感觉怎么样？嗯，全新 ，sweetheart， 特别甜吗？有特别甜，因为它糖放的比较多一点。最近，爸爸发现以前那个依赖他的小男孩长大了。他认为这是他的工作了，他就要把它做完，啊，要去做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以前看不到的，以前一定要人家不许他，现在不用了。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转变呢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但这就叫大人看起来就叫长大了，懂了吗？长大，要再长大一点，知道吗？哦，亲一亲。哎呀，乖，不要哭了，没事就哭，爸爸姐也哭。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像好哥们一样，有时候很温柔，有时候很粗暴。爸爸坚定的手紧紧握着陈恩，陪伴他每一天，相信啊这一份爱会稳稳的陪着陈恩一起长大。独立啊对陈恩来讲真的是一条漫长的路，但是他一点都不害怕，而且还充满期待，因为他知道爸爸的爱啊对他来讲就是支持他的最大动力喽。哎，看完今天的故事哦，张爸爸要赶快来锻炼一下，可不能输给他们呢。哎，对，我还想起来一件事情哦，下个礼拜呀就是父亲节了，小朋友你们有没有想要送给爸爸什么特别的惊喜呢？在这里啊，我先来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喽，拜拜。这一弯弯微笑月光，安安静静呵护我回家，谢谢你的守望，让我把一切看清楚，就算寒风呼呼也变成温暖旅途。